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是许许多多华人心中的梦想。张文志和张云鱼这一对上阵父子兵，在安省南部经营着几十英亩的桃园和酒庄。当传统的生意和年轻的创意相结合，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城市电视星期五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新风采是由新民航深荣燕窝药材行赞助播出。